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完美男神，而今天最帅的男星当然就是我们的寿星唐允哲啦。这是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，全世界各地的蜜糖们都来了生日会现场呢。蜜糖们与寿星唐允哲一起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有一首醉了开场的唐允哲在舞台上真的是非常的酷劲十足呢。音乐大声一点，谢谢。我的心里需要被拼凑，自己都感觉好像真的还不错。你找你白天黑夜那个我，除了勇气我们还想要什么？Baby jus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want。 不想猜测彼此心里怎么想，让人忍不住一起唱起来扭起来呢，这真是个福利之夜耶。唐允哲现场抽奖邀请粉丝上台做游戏，获胜者不但有礼物收，还有抱抱合影呢。台下的小姐姐们都坐不住了，纷纷积极参与起来了呢。通过游戏环节，我们也一起重温了一些他曾经的作品呢，不禁让他自己也害羞起来。现场唐允哲也演唱了自己的经典曲目《最爱还是你》。唱到高潮部分，也邀请粉丝现场共同大合唱呢，场面真的是温馨极了。非凡娱乐上海报道。